2001年，中央电视台春晚推出小品《卖拐》，被评为当年春晚节目一等奖，红极一时。几年之后，编剧何庆魁以及参加演出的演员赵本山、高秀敏、范伟都遭灾难降临，甚至赔上了性命，是纯属巧合还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来看一看。小品《卖拐》讲的是赵本山扮演的大忽悠，通过高超的忽悠手段，把双拐卖给了一个健康的厨师。 其中，含沙射影的诽谤丑化法轮功。这个小品与央视自导自演的法轮功自焚事件互相呼应。可是几年过去之后，一连串可怕的灾祸降落到了他们头上。编剧何庆魁 2005年8月起祸不单行，先是儿子在广州车祸死亡，10天后与他拼居的大陆小品演员高秀敏也突然死在长春家中，年仅46岁。 此后，何庆魁又因参与非法集资骗局，导致倾家荡产。高秀敏扮演卖拐中的一个主角，在2001年春晚后就成了中共控制下的媒体红人。几个小品连续拿奖，声名不断提升。高秀敏猝死在家中，死因众说纷纭，有报道说是吸毒过量，有报道说是心脏病突发。 而在卖拐中担任主角的赵本山，从上世纪90年代起，几乎每年都在央视举办的春晚上现役，靠着春晚而红遍中国。可是近年来，赵本山的表演越来越受大众排斥。前年因脑出血差点命归黄泉，最近有医生劝告他要悠着点，春晚能不上就不上。卖拐另一位演员范伟也飞来横祸。2006年10月。 范伟在内蒙古多伦县近郊拍摄电视剧时，摔入路边的沟里，严重受伤，诊断为胸椎12骨折。一出卖拐小品赔上了2条性命，家财散尽，伤病连发，难怪有人说这是一出毒剧。不过，这类事件还不是唯一的孤立。中国著名作家梁左生前编导了几部攻击与丑化法轮功的电视剧和情景剧。 他创作的大型室内剧《闲人马大姐》里面有诽谤和丑化法轮功的内容，欺骗民众煽动仇恨。不过，《闲人马大姐》成了梁左的最后一部作品。2001年5月19号凌晨，他因突发性心肌梗塞在北京家中去世，死时只有44岁。而在《闲人马大姐》中扮演一个污蔑法轮功角色的演员牛振华，2004年5月11号晚上发生车祸。 当时大货车断裂的后梁插进他的右前额，死状恐怖，死时也才48岁。据知情者透露，长期以来，牛振华不仅在文艺界散布对法轮功恶毒攻击言论，而且还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的洗脑迫害，并对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警察进行慰问演出。大纪元时报署名王华的评论文章说：“所谓不搞政治的社会名流们。” 在中共那些颠倒黑白、粉饰太平的虚假节目中，为中共的暴政喝彩，这些名人的毒害性，有时比中共的党委书记的说教还更具欺骗性。王华认为，客观上这些名流们都积极参与了政治，都成了中共的政治帮凶和政治说客，主动犯下这样的罪过，难道不该受天理的惩罚吗？新唐人记者李静、黎安安综合报道。